第四节，末节开始，勇士靠着张伯维飙进三分球，蔡文成两次切入都得手，连拿四分。不过接下来玉龙在李德威的带领下打出一波10-0的攻势，也迫使勇士赶紧喊出暂停。暂停过后，趁着勇士自乱阵脚，李德威连续中距出手得分，单节就狂飙12分。不过勇士张伯维适时挺身而出，连续飙进两颗三分，再帮勇士要回20分的比分差，最终勇士就以93-69击败玉龙。第三节一篮后，张宗宪马上就先后仰跳投在中距得手，暂停过后林书伟外线也开张命中三分球。吴怡斌虽然展现全面身手，林维汉也命中三分，不过刘维辰又从三分放冷箭，连续在外线出手得分，让两队比分差来到20分差。虽然吴怡斌成功放进两分，不过攻势打开的勇士先由张宗宪助攻开了篮下得分，刘维辰又绕出来再命中一记三分球，让两队比分差来到本场最高的23分。在第三节结束前，玉龙郭昭南切入禁区砍进2分，不过玉龙仍以21分之差落后勇士。副帮勇士张宗宪左跳起将球传出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林书伟后跳投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刘维辰左三分跳投，记者陈志取射。玉龙纳智杰吕振如右进攻篮筐遭对手封阻，记者陈志取射。玉龙纳智杰胡凯翔中进攻篮筐遭对手包夹防守，记者陈志取射。第二节次节开始，蔡文成就妙传助攻林之位暴扣得分，玉龙吴怡斌挺身而出，先在中距离出手命中，拉出来外线也命中三分，一口气连拿5分。李德威和戴维尔也都有分数进账，一度将两队比分拉近到仅剩6分差。不过接下来蔡文成先偷跑快空上篮，投进自己生涯第1000颗2分球，之后再助攻赛勒得分，射手刘维辰连续命中3颗3分，一举将两队比分拉开到双位之差。张宗宪从外线出手也命中，就勇士在上半场以47-3215分之差领先玉龙。玉龙纳智杰吴怡斌前摆脱对手防守，转身挑篮，记者陈志取射。玉龙纳智杰周世渊后摆脱副帮勇士蔡文成的防守，完成第1000颗2分球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刘维辰又连进3分球，与队友开心庆祝，记者陈志取射。上半场打完，勇士有3人得分上双，林志伟拿下最高的13分，刘维辰一助11分，杨江赛勒也有10分进账，玉龙吴怡斌7分最多，李德威吕振如则拿下5分，杨江奈维尔则是只拿下3分。第一节复开赛，球权先由玉龙抢下，不过一波快攻玉龙未能掌握，反而让勇士赛勒先找到机会挑篮得分，张伯维在外线出手也准确命中，就勇士开局就打出一波5-0的攻势。玉龙好不容易先由柯明豪在中距离出手破蛋，李德威也连拿3分，不过勇士林志伟单节得分大爆发，一个人独拿10分，还上演霸气扣篮，让勇士仍能保持领先优势，以23.14分暂时领先玉龙。副帮勇士张宗宪飞身上篮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赛勒左进攻篮筐遭对手封阻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林之位飞身暴扣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副帮勇士林之位飞身暴扣，记者陈志取射。先发5人，副帮林书伟、张宗宪、张伯维、林之位、赛勒、玉龙、柯明豪、胡凯翔、吕振如、李德威、奈维尔。宝岛梦想家队到场为富邦勇士加油，记者陈志取射。玉龙纳智杰总教练魏永泰，记者陈志取射。
富邦勇士总教练许晋哲记者陈志取舍。